马大校园选举最为水，今天不管你是谁，三分以上才能竞选，即使你有领导能力，独立思考，批判思维 sorry result you 提达拉亚达拉亚，这根本是歧视，歧视 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。学生不受校方的恐吓，当时相对民主又公平。2004年以后，票上搬去了宿舍，校园民主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有人会不断恐吓说，投票不要投亲派，不然宿舍向你说拜拜。若不要向宿舍说拜拜，你就一定要投蓝派。不要投亲派，不然宿舍向你说拜拜。若不要向宿舍说拜拜，你就乖乖投蓝派。Hey,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? 你凭什么剥夺学生住宿舍的权利？请大家不要再屈服于恶势力。Come on, wake up! 一人一票投亲派，教训微微懦弱的蓝派，不要再轻易。防卫森严，出入要被问话，草木皆兵，风声鹤唳，校方故意制造白色恐怖，让学生当心犯，好像恐怖分子那样，犹如奥沙马，这招实在是管 very 管，但亲派只是普通的学生，谁不谁哦，校方喜欢这样做也罢了，偏偏有一群学生注重伪面，处长此外风，以为自己是 police officer， 校方就是他们的我们的，不管校方做什么决定，不管对学生有没有利，他们都只有一个回应 yes sir。 校方说校园选举很 messy yes sir， 投票很自由，校园很民主，校方从来不打压新学生阵线，好像 police 这样 messy。校方说 UM is one yes sir， University Malaya Adela University 杨德巴耶尼度尼亚，哇塞，这样的鸟话也说得出来，我们心心年才说不出来，难怪马大的排名不断往下跌，实在很难陪，蓝派进 MPMUM 三年了，请问你们宿舍食物是否有改善？校园有全面花园的上网服务吗？为何学生办活动的场地要付钱？你们可想问你们的 commander， 这些基本学生福利问题你们为何迟迟没解决？你们如何做学生代表？还如何为学生发言？一人一票投亲派，教训微微懦弱的蓝派，学生一起站出来，学民主马大重返 MBM 了，新青年永远站在学生这边，新青年永远站在你身边，站在你身边，新青年永远站在你身边。We love you, M.